1月11日晚，中新社记者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急诊科，看到医护人员全力收治患者，与时间进行赛跑。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急诊就诊数量增多，院方本着应接尽接的原则，优化急诊流程，整合救治资源，抽调医护支援，最大程度做好急救保障。预检分诊是急诊科的第一道关口，值班医护需要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患者诉求，进行初步检查并给予建议。在就诊高峰期，急诊科预检分诊护士林娟娟要同时面对五六名患者，以最快时间询问患者症状，安排其就诊。从下午4时到深夜12时，林娟娟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近期咱们急诊这边的至少都在400多左右吧，就是平时工作量的好几倍。你看我是上小夜班，我从4点上到晚上12点，我一般就是在4点接班之前会去上完卫生间，然后就过来在这上班。我们这个岗位因为不能离开人，所以就只能是自己上班之前少喝水，上班之后就不太容易去上厕所。在急诊黄区，数十位医护人员正在为急诊患者诊疗救治，小步快走成为医护们的标志性步伐，急和诊是贯穿这里的关键字。我们这边急诊科每个班次配备大概20人左右，现在是每天接轻症跟重症患者大概也就是500左右。自从疫情放开以后，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我们这边就一直连轴转着呢。在急诊红区，急诊科主治医师杨晓明正在查看患者的肺部 CT， 包括他在内的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要为整个红区的患者提供诊疗和救治。那么因为我们在红区这边人员比较紧张，就干通宵吧，那么大家然后就是加紧跑吧，加紧跑，然后管理这些患者。急症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是需要插管、呼吸辅助通气等危重症病人，在这里患者没有家属陪伴，急诊科护士王志华在为患者插管、配药、擦身之余，还要安慰疏导患者，帮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想家里人就好好配合我们啊、哦、咱们争取早日出院。因为 ECU 这个特殊的环境没有家属陪护，所以我们不但要做好病人的治疗与护理，更要将病人的心理护理放到第一位，给病人降低战胜疾病的信心吧。